你们几个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赶紧把倩倩给放了。你就是这样对待你上司的女儿吗？苏海棠，你杀人越狱在先，如今又想劫持人质，我看你是必死无疑了。死罪属于真正的凶手。 就算你们手上有芊芊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跑。住手！住手！把枪放下。处座，今天要是放虎归山的话，以后再想抓他们就难了。我叫你把枪放下，芊芊不能有事儿。你是不是跟他们串通好了？要不是你私自调动人手。 导致医院后方空虚，他们怎么可能把苏海棠救走呢？你反了是不是？你在跟谁说话？敢违抗上级命令，是死罪，你知道吗？把枪放下，带他们走。赶紧的吧。退后。退。带他们退后。我知道了，我这次是真的知道了。你们两个留下，保护处座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 我不能在芊芊还在他们手里的时候开枪，我还不想和王伯雄成为敌人。把枪放下。你们不想有人送你们走吗？我跟你们走。 芊芊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，让她回去。说的有道理，王伯雄，赶紧的吧。芊芊，你先回去。过去吧。带小姐回去。请吧。走。 这里还是你来主治吧，你的经验比我丰富。谢谢你。命中注定我是 O 型血，老天爷就是派我朱有为来救英的命的。至少要抽600 CC， 可能会达到800 CC。别说800，8000也行。把你抽干了也达不到8000 CC 啊。反正使劲抽，老子死了不打紧，只要能把英救活，怎么都行。你们都得活着。 我现在帮你抽血。老天爷，我朱有为烂命一条，你想收随时收了去吧。英儿可是老爷家最后一根独苗了，你放过他，收了我吧。你要是不答应。 你就是个混蛋，小白。二师兄，小白，从松江到四明山已经3天了。 婴儿怎么还不行啊？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，还差2公分就击中肺部了，还好是安眠的。现在就看他能不能扛过感染这一关。是是是，我们家婴儿福大命大，肯定能过这一关的啊。小白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婴儿有我照顾就行了。
也好，有什么事情叫我。 小贝说你没事儿，海棠说你没事儿，丹阳说你没事儿，耗子也说你没事儿。可你为什么就是不行啊？我知道你累了，你想睡觉，可是睡的时间也太长了。你醒醒吧，你看太阳这么高了，你还睡？你这是要趴在窝里孵小鹰吗？就是要孵小鹰的话，也得等咱俩成亲之后再孵，是不是？ 你醒醒吧，啊！你都三天没骂我了，你起来骂我几句好不好？你起来踹我几脚好不好？全体队友，稍息，立正。刘团长说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每一个人就成为了真正的新四军军人，我们要时刻铭记。 我们是一名革命战士，要以实现和平大业为己任，这样才能对得起这身军装，才能对得起我们的信仰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它是以崇高的理想为基础，让这个社会人人平等，让老百姓们安居乐业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、没有压迫的国家。虽然侵略者被我们赶走，可是如今老百姓依然被人作威作福地骑在头上。 只要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，我野山鹰就绝不放下手里这杆枪。老赵，我野山鹰说到做到，怎么样？ 我现在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合格的新四军战士，也理解了你的苦心。所谓百炼才能成钢，也懂得了自己以前那种勇敢其实是鲁莽，自己认为的那种小聪明其实不是大智慧。看我现在变成这样，你高兴吗？ 1946年6月26日，解放战争全面爆发，国民党军队向晋冀鲁豫、晋察冀、华东、
东北、中原等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，国共内战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一次燃起烽火。野山鹰所在的山鹰战队也奉命改编为战斗排。1949年春天，解放战争进入到尾声。5月3日，杭州解放。5月16日，武汉解放。上海，解放在即。刘师长，你找我？我们的战斗女英雄来了，我三顾茅庐，你比诸葛亮难请啊。不是我说你，一个上午派了三趟通讯员去找我，我那正比赛呢，拔河比赛，名次还没决出来呢。我这个排长一走，他们怎么有心思比？比赛重要还是任务重要？任务重要，任务比一切事情都重要。李正，听着，上级下命令了，现在开始你来选人，重新组建山鹰战队，去上海有重要任务。去上海？对。刘师长，我们山鹰战斗排之前在打京城的时候消灭了几十个敌人，立了集体三等功，我们全都憋着劲儿呢。这件事儿你交给我，放心吧。憋着劲儿就对了，这次派你们去上海是打急先锋，有重要任务，到了那个地方和马老板联系。马老板？对，就是之前那个马协将，现在他新的身份是上海的胜利旅馆老板，去了之后他会联系你，布置你的任务，保证完成任务，注意安全。嗯，去吧。哇，虽然国民党没有几天蹦跶了，但是大上海就是大上海啊！大上海啊，大上海，你还是这么浮华。贪腐的国民政府，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十里洋场了。对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。我野山鹰回来了，飞回来了。我总结一下，目标胜利旅馆，我们走过去。山鹰，你自己飞过去，飞过去，走走。上海大战在即，各行各业但凡有点门路的都在纷纷逃离，国民党在做最后的挣扎，而且越来越疯狂。上个月底，他们一下子抓了我们300多名地下党，还有些进步青年。我们的同志有一些被公开杀害了，还有一些下落不明。他们极有可能在国民党撤退之前被秘密处置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他们的下落，他们是我们的未来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营救。那些同志们现在还在警备司令部手上吗？有没有什么别的情况？根据我们内线弥勒佛传来的消息，被抓的同志已经被移交给了保密局特务处，由特务处处长王伯雄负责审讯甄别，但是具体的地点不详。怎么又是他？王伯雄，哼，老对头了，棋逢对手啊。王伯雄现在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市政府综合侦查处的处长，秘密身份是保密局特务处处长。他的手下得力干将上官雪专门对付地下党，人称蛇蝎美女。这3年以来，我们的同志还有进步青年不知道有多少死在他的手上。上官雪心思缜密，为人毒辣，比王伯雄还要阴狠。没事儿，一个土堆上的蛤蟆，一个解决呗。那叫一丘之貉，不是什么一个土堆上的蛤蟆。一个意思，啊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同志们，尽管我们的组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，但是在上海，我们依然像蜘蛛网一样。现在我们已经在各大工厂、学校秘密组织了护厂护校队，力求把一个完整的上海交给新中国。各位队员，刘师长交代，不出半个月，上海就会迎来全面的解放，所以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到10天。现在我们必须开足马力，
早一天完成营救任务，早一天返回大战场。二师兄，明天你跟耗子去警备司令部看看有什么动静，剩下的人明天去提篮桥和上海警察局羁押室，看看有没有同志被关押。马老板，明天你跟案线最后一次接头，我们必须要摸清楚情况才能行动。好，人家不都说了吗？那些进步学生是由王伯雄负责，你干嘛还满世界转着找啊？你是不是到了大上海伙食太好吃多了？你懂个屁！王伯雄只负责甄别，人不一定关押在他那儿。我的决定无比正确，立刻行动。这要我说呀，蹲在警备司令部门口想要有所收获，那就是瞎猫在等死耗子。说事儿说事儿啊，怎么还人身攻击呢？还骂上我了你？你知道为什么咱们蹲在警备司令部吗？这不是为了发现796的线索吗？那你知道796和司令部有什么联系吗？也是啊，咱们怎么就不等一人说完了之后再出来呢？我告诉你为什么吧，啊。你想啊，王伯雄手下能有几个人？没几个人，他得靠着警备司令部，要不他能忙得过来吗？坏了，上官雪看见咱们了，这都怪你。你说你一点都不谦虚，让咱们分散注意力，给敌人发现了吗？你这干嘛呢？挡着点啊，别废话，赶紧走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掩耳盗铃？丢人。好。怎么样，会开的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树倒猢狲散，大势已去。司令部的人人心惶惶。毛局长得到委员长的指示，说如果李宗仁硬要把这个保密局解散的话，那就缩小编制，把保密局改制成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，力求短小精干，继续反共戡乱救国。还要缩小啊？现在就剩几个人了？当我们是陀螺啊？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我看这保密局啊真是撑不了几天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嗯，这不没有外人吗？我跟你说说怕什么。谨言慎行，祸从口出。走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刚才我在这附近好像看见山鹰战队的人了。在哪儿？早就走了。看来是针对796来的。好了，咱们这下有的忙了，从现在开始加强防范。是。去796。据可靠消息，我们要营救的人被关押在顶峰沙场，保密局上海站直接负责看押，这个看押点叫796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地点，那赶紧行动嘛！我们连计划都没有，怎么行动？要我说呀，我们今天白天还是以观察地形为主，营救为次。是虹口那家沙场吗？对，就是那家。你怎么知道就是那家？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虹口沙场的名字就叫顶峰沙场。那事情既然这么简单，小贝，你为什么还要问呢？有道理，那你怎么还问呢？这里边隐藏着重大而隐秘的问题，小贝，你接着说。因为如果是虹口那家沙场，我和那儿的老板黄继武比较熟，他是我的老病号了，我可以去打探一下，如果情况属实，咱们今晚就可以行动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剩下的人在家待命。燕儿，你小心点啊。丹阳，烧点水去。严大夫，这两天实在是太忙，也没地方招呼您，您看就这儿坐坐吧。啊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几个先出去吧。是是，侯老板。侯老板。严大夫，要不是您啊，我这腰疼的毛病现在肯定好不了。哎，应该的。您这次来有什么事啊？黄老板，我这次特地来找您，确实有一事相求。
什么事？您说。我的这位亲戚，对，那个我弟，也就是严大夫的表弟，前两天游行被抓了，听说关在您这儿，我们想打听打听有没有这回事儿。黄老板，我知道您是个老实人，不爱惹事儿，可是毕竟人命关天，咱们也将心比心，您多少给我们说句实话，我们也好找人送钱捞人呢。啊，那是，那是。您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，您就跟我们实话实说。我们严大夫以前帮过你，现在你反过来帮我们一回。俗话说得好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不能说呀，我没害过人，你们呀也别来害我，你们还是快走吧。哎，你到底说不说？严大夫，这黄老板，您放心，有我严小贝在这儿，您今天一根毫毛都少不了。可是至少您跟我们说句实话，否则我这位亲戚火气大，我怕拦不住的。说实话，这仓库里啊是关了十几个学生，但这里面有没有你弟弟我也不知道啊。再说了，他们也关不了几天了，马上就会被转移走的。才十几个？那你希望是多少啊？这你不就一个弟弟吗？好的，黄老板，今天您什么都没说，我们什么也没听见，记住了，我们今天是过来给您送药的，走吧。长官，都按您的吩咐说了。干得好，长官英明。您是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找我的呢？你跟严小贝的关系我早就知道了，所以我早就料到他会来找你的。哎，怎么样，事情都办好了吧？放心吧，鱼饵都撒下了，就等着鱼饵咬钩了。小心啊，别让鱼儿叼了鱼饵，脱了钩啊。我没那么傻，我不会真的拿那十几个学生去当鱼饵，万一要是都给救走了，那我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现在只要等他们一出现，我们就立刻收网。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啊。这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老师教的好啊。上班时间别让人撞见啊。谁敢闯进来啊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别的女人啊？这孔夫子不是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？嗯，这个大家都安静一下啊，等一下英要发言了。我特别提醒一下，山鹰发言的时候不许插嘴啊！英，赶紧发言了。我就想问问大家什么意见？大家觉得那个黄继武的消息可靠吗？我怀疑这是个陷阱。消息虽然是从保密局流传出来的，但也不排除他们在放假消息，引我们上钩。没错，我跟海棠在军统那么多年，熟知他们的钓鱼伎俩。理由呢？你们怀疑黄继武的理由呢？对啊，海棠，理由呢？我总觉得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有些冒险。你们凭什么觉得有点冒险啊？不能光凭着感觉，行动需要确实可靠的消息来作为判断的依据。我知道这件事情的风险确实很大，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今天晚上12点，顶峰沙场，大伙机灵点。为了能够确保今天晚上的行动顺利进行，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场子的情况。
这么安静，不太对啊。这大半夜的，该不会是都睡着了吧？丹阳，你出去把风。剩下的人，跟我进去。哎，这么多人一块进去，太冒险了。不如我先进去看看，万一有事，我给你们发信号。那你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我认识黄继武，万一有情况，我好找理由脱身。小心行动，有任何情况赶紧告诉我们。好。及时的，记住，要等到山阳战队的所有人进来才能收网。是。不对，怎么会连个看守都没有？一定有埋伏！有埋伏！收网！走！快走！走！有埋伏！小贝姐！小贝！小贝！别动！别动！小贝姐！小贝！海棠、山鹰，你们快撤！这个门暂时打不开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。你们先回去从长计议。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怎么办？我把门炸开。怎么炸呀？你看看这门，万一把小贝炸了怎么办？大家听我的，走。啊？服从命令，快走，撤，撤。要不要干掉他？不用，有他在手，野山鹰一定会再出现的。把他带回去。是。走，起来，起来，快走。哎，先别动，你受伤了。这是哪儿？你是谁？啊，我叫李立仁，是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，我只知道我们被警备司令部抓起来之后，在这儿关了足足有31天了。你们就是我们在找的人。这就是796。你在找我们？那这么说，你是来救我们的？是来救我们的，是来救我们的。组织一直没有放弃营救你们，一直在找你们，只是我们找不到关押你们的准确地点。我跟你说，在这儿，一整天听到的都是发动机的轰鸣声，我估计是在一个工厂的地下仓库。但是这么下去的话，我们会被所有人遗忘的。别害怕。你我都会看到新中国太阳升起，山鹰战队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。都活的不耐烦了是吧？告诉你们，谁要是给我不老实，我就送他去刑讯室，让你们一个个尝尝老虎凳子滋味。你们凭什么？我们有争取自由的权利。又是你这臭小子！住手！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大夫，我曾经救治过像你们这样的人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你现在和他们一样，你是这里的囚犯。兄弟，收着点，别闹出人命来。走吧，长点记性啊。
怎么了，山鹰？我刚才梦见小贝姐了，我梦见有人朝她开枪，但是我救不了她。有所思，就有所梦。其实我心里也一直不踏实。我在想，我们这次行动的突破口，就是王伯雄。明天一早，我就去找芊芊。可是，你打伤过王伯雄，芊芊还会帮我们吗？马老板跟我说过，芊芊的男友是个进步学生，叫李立仁，是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，也是刚入党不久的地下党员。在警备司令部的行动中，他被抓了，但是目前还没有接到他要被处决的消息。也就是说，他很有可能和那批进步学生一起被关押起来了。对，我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芊芊，是个好办法。相信我，小贝肯定没事，我有预感。芊芊，小姨，怎么是你？你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？没事，你回来就好了。走，我们出去好好聊聊。好，等一下，小姨，我先把东西放回去。放心，没有骨折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你的腿怎么样？他们做了紧急处理，我对他们还有用。我是大夫，我知道没事的。看到你真的特别亲切，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姐姐。我叫严小贝。小贝姐，之前得谢谢你。其实我也想家，我想芊芊，我想我姐。你要勇敢，一定要挺住。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上海的解放。什么？你说丽人在我爸手上？芊芊，你要镇定。我镇定不了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。芊芊，你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，办事情不能鲁莽。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到秘密监狱的地点。你放心，就算你爸爸不肯救李丽人，我们也会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。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回家去住，主动和你父亲示好。好，只要能救出丽人，我都听你们的。我帮你处理啊。好好好。王处长，处座。芊芊，你很忙啊。你忙没事，下去吧。啊，是。哟，看你那样，你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啊？你管我吗？我，你女儿受了委屈，你管都不管。哎呦呦，王处长的女儿是谁敢欺负你啊？还有谁呀？警备司令部那帮混蛋。警备司令部。你不会又跑去跟那些激进学生搅在一起，然后跟警备司令部的人发生冲突吧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上个月我们学生会组织集会，我因为当时有事，所以去晚了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冲散了学生队伍，把我同学抓走了一大批。谢天谢地啊，幸亏你有事耽误啊，要不然你又让爸替你操心了。爸，我求您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你派人去查出丽人的下落，救出丽人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替人家着想？你应该想想你去美国的事啊！啊，我不管。丽人是我爱的人，我们发过誓，生生世世在一起的。这打仗都打成什么样子了，还什么山盟海誓啊？那都是男孩子来哄女孩子的把戏，你也信啊？我不管，你要是不救他，我也不活了。哎呀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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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告诉你，您是不是被那个小子折腾成这个样子啊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我也想跟您说呀，可是我回家两次，哪一次您是在的？再说了，我不也怕你责怪我吗？ 这你不回家，家里像个冰窖一样，爸也懒得回家。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救出丽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谢爸，谢谢。那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去。哎哎，啊！爸会马上派人去找他。 但我先跟你说啊，这警备司令部跟我是两个系统，我未必找得到啊。我不管，王处长，说话一定要算数，必须要救出丽人，一根汗毛都不许少，不许骗人，走吧。女大不中留啊。 你让我查的那个学生已经有结果了，他叫李丽人，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，现在的确关押在七九六，你让我查他干嘛呀？哎呀，朋友的孩子嘛，托关系托到千千头上来了。会不会是千千的男朋友啊？你会不会太敏感了？是你整天教育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我能不敏感吗？这个李丽人可是个人物啊。 关在七九六也不老实，现在又跟那个严小贝混在一起，整天散布一些谣言，妖言惑众。男女混监？他们两个怎么关在一块儿啊？为什么？现在人实在太多了，没有地方关了。分开，把他们两个分开，给李丽人换一个条件比较好的监视。不放吗？怎么放？七九六的秘密只有我和毛局长还有你们几个人知道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还有。 把严小贝给看好，他可是我们手上的一张好牌。明白。爸。哎。 哎呦，谢谢。哎，爸，哎，有没有丽人消息啊？查过了，这丽人根本没有被抓起来。真的假的？我骗你干什么呀？那没被抓，他一个大活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？ 云涌的梦想变成一把战火，捍卫我的国，让生命宛如歌，无愧于心。献上一世承诺，洒脱的身影在风雨穿梭，战友的心中。 有一只小白鸽，渴望乌云散，点燃心中的火，在爱的烈焰终结开一把锁。山如影，心如歌，飞翔在两个梦的。 真心如火。
花开。